教育委员会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女生家长请教育部命令研招会，把她择于录取标准，但是由于女生名额限制，没有能够分发到师大的女儿，改分发到师范大学。会议由张继春委员主持，教育部罗部长再同有关人员列席说明。张继智委员在会中表示，如果各大专院校因为有实际的需要而必须限制男女生名额的话，教育部应该有权核准。但是却一定要有原则，根据政策跟正确的统计资料，并且要明白地公布在简章上。